我现在要准备出门啦，因为最近呢我一直要戴着口罩，所以我就只涂一层防晒霜就出门了。那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霜，是我在学习皮肤美容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产品了。告诉大家，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学习护肤，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有用的知识点，所以呢同时也了解了一些产品。那这个防晒霜呢是 Poddate，中文叫发芽时光，发芽时光的傲娇心机贝喝防晒霜。首先呢，它是对肌肤零刺激的产品。然后呢，我想专门为敏感肌肤的朋友们推荐这一款产品，因为我最近皮肤也是敏感期，所以对敏感肌肤还是了解的比较深刻的。因为它里面是不含有化学遮光剂的，只有物理性的防晒功能。化学遮光剂就是让这个护肤品渗透在我们的皮肤里，通过化学作用呢来遮挡紫外线的。所以呢它渗透在皮肤里的话，难免是会伤到皮肤的。那像这种物理性的防晒霜呢，就是在皮肤表皮形成一层膜，让紫外线这样丢反弹反射出去。所以呢我觉得敏感肌的朋友们最好是使用物理性防晒的这种防晒霜。而且一般物理性防晒霜呢是会有一种假白现象的，但是这一款呢就是很自然的提亮效果，所以呢真的是完全不会伤到皮肤的那种防晒霜了。看上面写的是 family love， 就是全家人都是可以使用的安全的安心的防晒霜了。然后它上面写的是 SPF50+PA++++，应该就是防晒指数最高的一个档次了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湿度很强，我还是挺喜欢这一点的，不是那种油腻腻的，是干爽保湿的感觉，一点都不会油腻，但是有保湿效果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味道非常大自然，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清爽的香味了。反正是我最近爱上的一款低刺激的防晒霜了，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。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戴口罩了，然后要出门啦，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阿妹，손들어주세요。카페갈겁니다。情况下呢，大家如果用防晒霜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好好的卸妆。但是我今天用的防晒霜呢，因为是成分非常温和的，就不再需要用卸妆水来卸，就直接用洗面奶了。那我今天用的洗面奶呢是 Round Round 的绿茶洗面奶，这个我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，加一点水之后，这个也是弱酸性的洗面奶，所以起泡力不是那么好，所以需要用这种起泡器来弄一下。好了，那我去护肤啦，护肤的视频呢我在下一期再给大家看咯，拜拜啦。